这个对手呢也是又是个夜酒啊，选择了故宫炮啊，大家怎么应对故宫炮呢？我们教大家一个挺足的应法。马八进七，跳起来。哎呦，谢谢天晴啊！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来，我们走一个出车，对方呢是卜筮卜象，形成了晃开车的一个布局啊，他准备快速出车。黑方这种棋呢，我习惯于啊平衡马两头蛇。哎，我们的这个阵型摆得很正啊，黑方红方平炮，我们直接外马先封锁住对方的车啊。红方选择进炮打马，好棋。注意啊，进炮打马呢，他准备要车九平八。习惯来说呢，我们踩掉对方的边兵啊，踩掉边兵，对方出车。我们再把炮分边吧，这个棋呢只能先这么下啊！注意啊，如果我们踩进去它吃上来呢，我感觉我这个马呢还是有点陷入危险的境地啊！我先分个炮，把这个马呢先升个根。红方他是进车把马先憋住啊，这样呢我们抬个横车，针对对方的炮，准备呢平车去抓一下，因为对方将来有退炮再进兵的这样一个手段啊，有对方直接要走这个进兵打马了。看一下啊，红方他退炮，准备进兵打马。这个棋我们踩边兵，似乎还是有一点，冒进了是吧？有点让对方抓住了机会啊。那我们挺边卒吧，挺边卒的话，对方冲兵，我们可以拱过去是吧？先挺边卒吧。先挺边卒呢，争取去给这个马做一个掩护啊。有棋迷说这局要凉啊，也不见得啊，也不见得就凉。这样呢，红方果然是冲了个骑兵啊。这个棋啊，如果我拱了对方打马，我们应该是要丢子，对吧？我打过去，他吃了，我一拱他平出去，我再一拱他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选择拱边卒呢，他拱过来，我也是吃亏呀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吃亏。考虑考虑啊，那我们怎么下是比较好的下法呢？这棋有点要丢子啊。丢子就丢子吧，干了吧！这个棋我让他拱过来，实在是有点亏啊。把这个三卒怼上去，那他打了我就锤他啊，然后边卒上去啊，两个兵先拉手，怼他啊，进卒抓车，这样对方应该是车九平六。车九平六啊，哎呀，这个棋呢，我们少了个大子啊。刚才赢了拖拉机用户啊，看看啊，看看，两个兵拉手吧，这个棋还是稍微亏了一点啊，因为我这个马呢，将来对方他进车压马，挺头疼，是吧？哎，那正因为对方要进车压马了，我们先两个兵先不着急拉，怎么样？我们先把这个车升起来啊，就是说掩护一下这边啊，将来我可以掩护马跳出去，否则的话呢，对方进车压马啊，这里对方呢走了一个平炮要炮打士，我们赶快防一下啊，这个棋不能让对方锤我的底士。红方果真选择了进车，准备压马了。我们敢不敢进炮跟他搏一搏？
卒一进一，对方退马吧，有意思吗？没啥太大意思啊。这个两个卒呢，先控制一下，对吧？不用着急拱他，我认为是这样啊。炮八进五，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啊。这个棋炮八进五，然后分边下底，能不能去搞点事情啊？我们上炮，准备怼他去啊。将来呢，炮平过来下底。他如果压马，我就平炮下底，行不行？敢不敢？哎，果然他平车抓了啊！我敢不敢平炮下底跟他干了？大家说敢不敢弃马？谢谢拖拉机用户的热干面，谢谢。来，兄弟们，大家觉得我敢平炮弃子的？我们再弃一个大子，现在已经少一个了，再弃一个啊！敢不敢？大家就点个666啊！拼了，干了啊！来，我们平炮准备下底推，这个棋反正已经丢一个了，再丢一个也无所谓了。哦，对方他落象了，他也知道他有点害怕啊。对方走得很机敏啊。他没有吃我的马，而是先落象。那我们先推一将啊。这个棋对方防守了，可恶的家伙开始防守了。这个棋。对方落士啊，这样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棋呢怎么去进攻啊。这个马怎么办？我这个马怎么办？这个马继续不要，还是说留一下这个马？看看这个棋啊，大家也跟主播一起思考一下。接着干吧，我们接着干啊！对，车一平六，把车调过来，伺机进车掏它啊！将来这个车点下二线，我们呢继续弃子，这个马呢就给它吃啊！我们呢用车双双车炮去怼它去啊！它这个胆儿挺大，它就给我吃了啊！亲密朋友们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打少两个大子了，这盘棋我们再赌一下好不好？大家觉得我会赢还是会输啊？我们再赌一下啊！现在少两个大子，但是我们有攻势，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，我们再开个盘，大家这个猜测预祝一下啊，有没有愿意赌一下的啊？看看这棋啊，看看这棋，我们现在呢大体上有两个这个攻击方向啊，一个是抓马，一个是车八进八。抓马好还是车八进八好，对不对？红旗赢不了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啊，进车吃马，进车吃马，他这个马是不是要先捉死他啊？吃他吧，先吃啊，先吃他。进车抓马应该是不错，是吧？这样呢，抓马首先对方不能上象，那我们先捞一个马吃。哎，对方这么下，立刻要赢了感觉。把马一吃，他飞象，我把中象再吃了，这不都吃没了吗，老铁？左一个右一个的啊，这个对方走的也不顽强。下步棋再平过来，再把这个吃了啊，都吃了。他现在退马踩车，我们平车再抓象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出老帅，我们再把这个象吃了。这一会儿都吃光了啊！哎呀呀呀，这不炮打士呢？炮打士呢？啊，对方炮打士呢，要小心。哎呦，这个棋对方真打了。我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啊，这棋看看，我们玩大了啊，这个棋呢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进车去，车八进五啊，去拦一下啊，思考思考这个棋啊。
哎，也可以啊，这个棋我退一将平车抓马吧。这里是叫杀啊，注意，我们这个棋啊，退车一将军，然后呢，车骑平三一压马，叫杀对上，叫杀对手啊。这个棋啊，对方摊子啊，这个车吃完一个马之后啊，再也动不了了啊。这样呢？对方只能上帅，我们平车吃他的马。这马要贵，这个马要粮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吃马是叫杀，吃马的上帅，我这边直接进车是叫杀。哎，对方马跳过来，他真跳过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打？注意啊，如果我们打马呢，对方分炮叫杀，这个棋谁杀谁还不一定。回马有棋没说啊？思考啊！这个棋啊，我们应该是不能打马了，对吧？你打马，他分炮一叫杀，我们要够呛。这个棋啊，我们退炮一将，对方老帅不能下，对吧？他下去我将死，他只能动士，我再进车一将，一叫抽，应该是拿下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棋简单退炮将就可以了啊。这样呢，对方，哎，对，这个简单抽车他也完了，对吧？他只能动士，我进车一将，再一将把车抽了，对，把车拿下了，这棋就赢了啊！哎，我上个卫生间了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上个厕所，我操，都投降了啊！妈的，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，好吧？大家喜欢的话就帮主播点个关注啊！